好，同学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刚刚同学问说，如果需要用到 Google 地图的话，需要多学习什么程式？那我以前有做过应用啊，就是像很多同学应该有在用，比如说像 Nike 也有出跑步的东西嘛。就帮你记录里程的，或者我自己是用什么 Runtastic，也是一个在跑的，就是它可以帮助你记录路线的。那 Garmin 也有出一个，好像他们自己可以记录路线的。那我之前有做过一个，就是去记录自己的跑步地点。那这种东西会需要用到 Google Map，那它其实有很多文件可以参考。比如说，你如果今天是要用写 APP 的话，它有针对 Android 的 API，那 iOS 也有，Web 的也有。我那时候是用 Web 的，我是用这个 JavaScript 的 API，所以这看你想要的是哪一种。那基本上就是看你的平台啦，就是你想要写 Web 或者写 APP，那每一种不同的比如说你点进去，比较多同学可能正在准备要学Android，那它其实他们这种官方的文件都写得很清楚。你如果找不到，你如果依他这个做法去做，那最后还做不出来的话，像那种都写得很明确，那应该看起来会很熟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就是 Java，基本上 Android 嘛，基本上就是 Java。对，没错，Android SDK 底层就是用 Java，所以你看其实都很明显。就是他到底要怎么做啊？要怎么去跑？所以照他做完之后，你的 Google Map 就做好了。所以只要你会写程式，你这块应该都不会花很久。OK，所以跟同学讲一下，说你可能会用到哪一些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继续来上课，复习一下上礼拜我们开始教 JDBC，也就是说，在 Java 里面，我们要去跟资料库互动的话，需要做哪些事情？那上礼拜我们还安装了 MySQL 的资料库，应该同学都有成功吧？有没有失败的？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开起来的。我们上礼拜把 MySQL 安装起来，而且我们还做什么事情？我们还把需要的资料，我们把它喂进去了。可以打开上礼拜有安装的，那密码是12345六。如果有成功连线进来的话，那我们上礼拜有建立了 store 的这个 schema，它相当于一个 store，一个这个就是一个 Excel 的档案。那每个档案下面有不同的 table，也就相当于 Excel 里面的 tab。那我们建立了两个表，一个是 member 的资讯呢有 member 的 ID。member 的 username，还有 member 的 cell phone，order record 呢，里面有什么？order 的 ID，有 order 的交易的日期，有 order 的金额，还有 member 的 ID。那我们是怎么去建立它的？我们透过什么指令去建立它？还记不记得？